大许博士呢是我们淡江大学的系的资工系的系友哦，那当然也是我们的校友，而且是杰出的校友。因为许学姐呢是我们淡江大学这个每一年校庆在遴选那个精英奖的一个得主哈、哦，是我们的精英校友哈、哦。那许学姐呢在目前是在国防大学的管理学院服务啊。哦，同时他曾经是中华民国专案管理学会的理事长，那么交棒了之后呢还是接受重任哦，所以还是担任这个副理事长，来协助理事长从事一些学会的会务工作。那同时也在中华民国专案管理学会底下呢创立了一个今天演讲的主题哦，叫敏捷学院啊的开发管理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研究跟一个学那个办理学会的一些工作。那许学姐呢最重要的成就呢是她在等一下那个许学姐的投影片上会看得到哈，就是她是全亚洲只有十位，全台湾唯一一位 MP OPM3 这边有了哈的那个OMP3 的这个这个通过这个认证，全台湾只有一位的哈、哦，那所以是非常有成就。那在老师从念读书学生时代哈、哦，从念硕士班的时候，许学姐是博士班，然后一直就认识学姐开始，到现在许学姐一直在这个专案管理这个工作上面非常的专注跟执着，所以也让我学习到就是一个默默的然后耕耘以后呢所看到的成就。那所以我觉得非常值得各位同学们做一个效仿，还有一个了解这个精神的人。那所以今天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呢邀请到许学姐来跟各位做分享，那也希望各位同学今天可以有很好的收获。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请各位同学热烈欢迎我们的秀颖学姐。好，谢谢王主任，各位老师还有各位学弟妹，大家早。好。很高兴又回到母校来跟学弟妹们分享一下。那不好意思，我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啊，就是感冒还没好。那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敏捷专案管理，就是 A 角。好，有人读阿角，阿娇。好，那敏捷呢是现在非常非常夯的，不管是敏捷的国际认证啊，或者是敏捷的方法，在尤其是软体开发。不只是软体开发，说 IT 产业超过70%，现在到83%都采用敏捷，所以如果你是做软体开发哈、然后你不知道敏捷，还用传统的方式开发，那就太落伍了啊。所以呢，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敏捷。那我最近正在写一本书啊，台湾还没有敏捷的书啊，我现在写一本书，然后因为今年。大陆也是要开始如火如荼的推敏捷哈，所以这本书我大概在7月以前会上市，然后在台湾跟大陆一起发行。那在这边就是我大学研究所博士班都是淡江啊，中间有2年到台大，那后来因为淡江成立第一届博士班，就被我指导老师又抓回淡江，啊，所以很高兴能够在淡江第一届资工博士毕业啊。那我刚看哈、沿路来就是发现现在什么就业职场周上还是什么哈、那我以前去攻读的时候，现在大家都大三大四哈、你用现在你的能力抛到104111人力银行去看看。可以有哪些公司会找你去 interview 啊？不过有时候 interview 的时候哈、要稍微有自信一点。我以前大四的时候到一家电脑公司，然后呢去应征，一进去的时候，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学姐比较年长一点哈、所以以前我们都是用大型主机啊，然后学了十几种语言，在资工系里头我们写了很多很多程式语言，但是呢就是没有学 basic。
所以呢，我一到那家公司呢，那个老板说你会不会用 PC？ 我说啊，没有用过。啊，会不会写 Basic？ 我说哎，不会。我们老师说 Basic 很简单，不用学。然后他又说好，那谢谢你，不用。我说哎，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题目，然后给我一本操作手册？然后他说我急着开会。我说没关系，那你就去开会，你那个手册给我。啊，然后我就就是看了一下硬体的操作，然后看一下手册，然后呢就把他的题目啊，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内我就把它写好。写好之后他还在开会，我就敲门，我说哎，总经理，我程式写好了。然后他看一看，他说好，你明天来上班。啊，所以有时候哈，当就是在职场上面，如果说他说他那个时候本来拿给我手册，他说那这两本手册你拿回去一个礼拜之后再回来，如果你真的一个礼拜之后再回来就没有工作了，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礼拜。哈，所以在职场上有时候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实力，然后也要有一点勇气，然后能够不断的尝试哈。那我是金门人，所以我从高中毕业之后就一件牛仔裤两件 T 恤，然后自己半工半读，一直到从大学一直到博士班，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职场的经验。以前哈，我们几个同学开一家公司，然后就去接软体开发案，好，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签了一个合约，然后就开始做。等到后来自己年纪比较大了之后，再回过头看以前那些，哇，那个时候还敢接，真的是很多的合约啊，就是说如果你时间到了软体做不出来，每隔一天罚多少，有没有？好，那个都把你罚死了。所以呢，在软体开发或我们做任何一个 IT 产品的时候啊，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专案。那在学校里面呢，我们只学写程式，学系统工程，但是呢没有学专案管理，以前啦啊。那现在在系上有开专案管理的课，还蛮不错的，就是让你一个团队之后呢，就是你接了一个案子，你知道怎么样估算成本，你知道怎么样去了解它的风险。那但是呢，在软体开发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由于时代在变，所以呢很多的东西不像以前步调那么慢了。还有在工业时代呢，有很多东西是可预期的，可是现在 IT 速度啊变得太快了，很多东西变成了就是不可预期，所以你就不能用工业时代的软体工程的方法再来就是做自己现在手头上的工作。那在我博士班毕业之后，我以为我就不用再考试了啊，这一辈子不用再猛 K 书然后考试了，但是后来哈，还是考了一大堆国际证照。那这里头专案管理在全世界大家就比较容易听到是 PMP， 有没有啊？如果你要进到华为啦IBM 啦一些大公司里头，那你最好有 PMP 的证照啊。那 PMP 在全世界有将近65万位啊。那再上去是PGMP， 再上去是 Portfolio， 再上去是 OPM3。 所以呢 OPM3 是他们的就是 PMI 的最顶级的证照啊。那 OPM3 是就是让你知道怎么样去诊断一家公司，看它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不好啊，应该怎么样来改进啊。那另外这一张哈，我比较鼓励我们学弟妹可以去考这一张 PMI ACP。 那中华专案管理学会今年也会推出来国内自己的敏捷认证啊。那搭配我新的那本书哈，让大家具备一些敏捷的基本概念。那这几年在专案管理的部分，不管是在文官学院啊，现在的公务人员啊，在任官之前都要学3个小时的专案管理。然后中高阶我们做了一个政府专案管理，还有经济部所属的人员，现在就是我们政府有很多委外的软体案，其实还就是没有办法如期如职如预算完成的还蛮多的。好，所以呢最近我在辅导经济部，看看是不是可以用敏捷的手法让很多的专案做得更成功啊，也帮他们所有的人上课。前一阵子马云到台湾来的时候啊，大家说不要再造神了，但是的确他是很神的哈。那
他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篇哈，就他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的七大关键支撑，在这边有一个网址，大家如果要看全部的内容的话，可以上网去看一下，或者其实你只要打马云，大概就可以搜得到了哈。现在啊，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啊，都认为说，哎呀，现在工作不好找啊，但是事实上，现在是绝佳的创业的机会。啊，以前还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像就是我以前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要创自己的公司，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啊，要能够撑下去也是很困难。但现在由于整个 IT 啊，然后云端的来临，所以使得你只要有好的 idea， 啊，然后你把它写成 APP， 上载上去，很有可能哈，啊，几个人你也不用什么样的设备，你就可以。啊，就是开创自己的前途，所以呢，在现在的时代哈，互联网，我相信大家在课堂上有很多的老师的课程也都有学到了哈。现在有很多很多都是呢，不是技术的变革，而是思想观念的变革，啊，思想观念的变革。敏捷专案管理也是啊，不是技术的变革，在敏捷里面哈，我们不是谈说一个新的 coding 的技术。或者一个新的软工模式，不是，而是你的心态，啊，你帮客户完成整个软体系统，你的心态是什么？这个的改变，啊，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希望大家能够把握这样的机会，开创自己美好的前途啊。那我们讲就是现在所有的生活哈，都跟 ITDT 相关哈，那食衣住行娱乐很多的穿戴装置哈，那个。iWatch 出来了，我也是蠢蠢欲动哈，我也是算是苹果迷哈，所有苹果的产品我通通都有，啊，就是从最早我，快30年前哈，苹果第一代电脑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在上面 coding， 啊，所以一直是使用苹果电脑，好。那我们看哈，为什么要采用敏捷？这是 PMI 做的研究哈，就是，自从整个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的就是经济的成长趋缓，所以呢，导致在未来2012年以后哈，整个就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呢，就是希望能够怎么样？就是每一个人能够更 focus 在他的职涯的这个能力的规划，以及呢，能够增强你的敏捷力，啊，那这是其中的一项哈，啊。那当然有更好的投资组合啊，就是对于整个组织层级来讲，一家公司，你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我们要挑对的事情，然后把事情做对哈，啊。那什么叫做成功呢？成功就是说，你要完成的获利有达到，而不是把事情做完。所以以前对于专案成功的定义哈，如果你们上专案管理的话，啊，传统的专案管理对于专案的成功叫做如期如职如预算，啊，我在一定的时间之内，然后把事情做完，啊，而且呢达到原来的目标。那么现在成功的定义不是这样子。成功的定义是你怎么样帮顾客创造最高的价值，啊，所以呢，敏捷就是在变动的商业环境下因应变动并且获利。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帮客户开发过软体，啊，有没有人老师带着你们，然后去外面接了一个案子回来写，有没有？举手。现在比较少哈，啊。啊。我们以前常常这样子，学生时代就是老师带着我们到一家公司，然后就帮那家公司开发，啊，我在国防大学教书的时候，有另外一位老师，他也是一整个学期就带着学生去写程式，然后他每次其中有一个学生哈，他每次要出去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哎，老师，我们的老师要带我们出去的，然后我跟他说你会遇到什么情况，他说不会吧，结果回来都是这样，啊，都是。我讲的都很神，哈，都被我应验了，因为我有很多的经验。然后呢，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啊，他要去，他说老师，我们老师今天要带我们去收尾款了，啊，我们要去结案了。我说你拿不到钱，他说不会啊，那家公司他已经用了好几个月了，啊，我们写的软体他们已经用了好几个月啊，不可能收不到钱啊。
然后结果他回来就跟我讲，他真的不给我们钱哎，因为那家公司说，哎，我让你们来这边企业来实习，然后你们写的东西根本都不怎么好用，然后也不是我们要的，那这样子好了，要不然就软体还给你们，你们都回去，好，所以是怎么样？客户对于你的成果不见得满意，啊，客户满意才会给钱，但是呢，在软体开发的时候，你一开始有没有办法获得很好的软体需求呢？通常很难。他今天跟你讲这样这样，你按照他讲的去开发，写出来的时候他说哦不是，他说好，那要不然你仔细的讲，好，你讲完之后我再按照你讲的，然后再去开发，好，然后呢，下次再拿来的时候，他又看，他又说，哎，不对不对，这边要怎么改，那边要怎么改，然后如果你跟他讲说，哎，上次不是这样啊，他说没有，我明明是这样讲，你拿录音给他听，他哦，我这样讲，可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就怎么样？你还是要按照他的意思来修改。所以软体其实是很难的哈。那在1980年哈，就是年代开始哈，很多的资讯软体都没有办法如期完成。事实上，这30年来哈，就是没很多的公司这些状况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善，一直到敏捷出来之后啊，采用了敏捷的公司。才开始啊，就是有很多都能够做得非常好，好。那 Standish Group 哈，他们的调查显示啊，很多的专案，尤其是软体啊，没有办法如期完成的原因就是需求不完整，还有缺乏使用者参与。为什么？以前哈开发的时候，其实现在有很多厂商很多甲方乙方也都是这样，这是落伍的观念啊。就是我是甲方，我出钱，然后呢，乙方你是厂商，你帮我开发，那你是你，我是我，好像两边是敌对的，啊，事实上啊，在以敏捷来讲，敏捷团队包括甲方的代表，也就是业务人员。如果你是内部开发的话，就是业务，啊，也就是说，我软体部门要开发什么东西出来给你看，你使用者你要参与进来。使用者是我们开发整个叫做敏捷团队的一份子，那这样子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所以有很多的像校务资讯系统的开发，啊，如果你叫软体的人员每次报进度的时候都是软体人员报的话，那通常到最后都不怎么成功。可是呢，如果你让使用者来报进度的话，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非常认真地盯着软体人员，赶快把这些事情弄好。因为要不然他报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就是展现成果，好，所以呢，2001年的时候哈，有17位软体实务的专家，啊，在美国的犹他州啊，然后聚集在一起，他们就是宣布了所谓的敏捷软体开发宣言，啊，那也成立了所谓的敏捷联盟啊，我现在也是其中的一个成员啊，那传统的方式是这样。啊，就是商业分析师啊，他接到一个案子之后分析了，然后觉得这个案子不错，可以做。需求分析之后，架构工程师开始把整个架构设计好，然后交给开发者开始写程式，写程式完之后测试完之后给交给使用者。那用这样子叫做 waterfall 的方式，虽然有一些所谓的 RUP 啦，如果你们有上软工的话，啊，你可能用一些雏形系统啦，用 RUP 啦，用 spiral model 啦，啊，但是事实上那些也叫做泛啊 waterfall， 啊，就是这样子的方式呢，往往啊到最后你拿给客户看的时候，客户会怎么样？发现说啊这边不对，那边不对，然后但是快要结案了，来不及改。啊，你就没有办法如期结案，啊，那会导致这样子的原因呢？最主要就是，啊，有一些迷思，啊，我们是传统的方式，假设客户都非常知道他要什么，而事实上客户往往都是看了你的系统之后，他才知道哦，原来他真的要什么。啊，那我们开发的人，你原先以为说哦，我知道是要这样子开发，而事实上是你做了之后，你才知道真正知道要怎么做，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变化，啊，所以呢，人性啊，人本身的结构本身就是这样子，当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会知道，
好，所以呢，在敏捷的手法里面，就是我们要尽早让顾客啊，在越短的时间之内看到真正的产品，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才能够得到很快的回馈，啊，那传统的方式的话呢，我们就是需求说明，然后呢，专案经理理解成这个样子，交给开发团队啊，多了两个风扇，结果客户花了豪华游轮的钱，而真正想要的是这样。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缩短客户的需求跟我们开发团队的认知之间的差距？那就是要怎么样把客户纳到我们的开发团队里面来，啊，叫做敏捷的团队里面来，啊，好，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以前都是很多东西可预测的。你说，哎，老师，我们20年前我们开发专案的时候啊，就我看很多学长姐或者以前的前辈开发的时候，也都是用这样子，也都很好啊。啊，因为那是工业时代，工业时代很多都是5年计划、10年计划。现在呢，现在半年就不一样，啊，很多东西软体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事情的变化越来越快。好，所以呢，我们从预测型的流程要变成经验型的流程。所谓的经验型的流程，就是说你要让客户体验之后回馈，啊，这是很重要的哈。好，然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产品是比较有弹性的，啊，那像小米机可以这样子快速的串起，啊，就是怎么样，就是很多的使用者他可以提出需求。提出需求之后呢，他们就按照使用者的需求来设计这个手机，啊，当你就是拿到这个手机的时候呢，你就跟人家讲说，哎，你看看这个功能是我建议的哦，就会觉得很棒哈，啊，很有参与感啊，好，所以在经验型的流程里面呢，我们是用检查跟调试，传统的专案管理是在一开始的时候订一个叫做专案管理计划书。啊，如果你有去标案的话，例如说某一家公司或者是政府机构，他需要开发一个软体，那么我们就会去公开招标或者是怎么样的方式拿到这个标案。那拿到这个标案之后呢，你就会开始要写专案管理计划书，啊，写了之后呢，就要按照这样子的预定的时程、预定的成本，然后去做事情，然后去请款，啊，那个是什么？因为整个的过程就是用规划和控制，一开始的时候就规划好，以后呢就按照这样子，哪一个月要完成什么东西，然后完成了之后才可以请款，用这样子的方式。而现在不是了，啊，现在不是，我们是用检查跟调试，我们等一下再看一看哈，啊。那以前呢，不管是比较大的机构哈，或者是公部门或比较大的公司，在做事情的时候呢，都是主管，啊，然后就是指导啊，或者给这个专案经理一个专案，由专案经理来进行规划。规划完了之后，有所谓的工作包给成员，啊，也就是说你这件事情给你做，然后你2个月之后把东西交给我，啊，那做好了之后呢，再交给客户。所以传统专案管理成功的定义叫做如期如职如预算达成专案目标，啊，那现在呢是一个创新经济时代。现在的客户不像以前的客户了，现在的民众也不像以前的民众了，啊，所以客户呢，他的需求是放在第一位，然后呢，我们敏捷团队成员呢是怎么样？是直接面对客户的，啊，开发的这些人是直接面对客户的，那么专案经理跟部门的经理是支援的，所以他要怎么样做仆人式的领导？很多人哈，啊，都讲说啊，现在年轻人啊，越来越糟糕了，没有职场伦理哈，就是上班的时候怎样，就是现在年轻人很难带，啊。我跟他说，那是你方法错了，你还是用以前长官下命令这种方式，然后把每一个人管得死死死，这种方式已经不流行了啊。现在叫做仆人式的领导，仆人式的领导，仆人式的领导就怎样，我们给我们的团队成员一个好的环境。相信他们可以把事情做好，谁来管他们？说哇，老师，这样不就是失控了吗？每一个人都很懒哎，哈，啊，就是团队自己要自律，啊，团队做事情的人自己规划，不是专案经理规划，啊，专案经理只是，例如说我们要开发一个软体，我少了一个测试的软体，必须要花钱去买，那你提出来，啊，专案经理帮你买回来之后呢？提供给你来使用哈，所以呢，整个正好倒过来，
好，那敏捷专案对于成功的定义是什么？迎接改变，为客户创造最高价值，这就是思想哈，心态上面的改变。什么叫做思想心态上的改变呢？传统的方式是说，你叫我做的事情我都有做了，啊，然后这边不是哦，就是我做完的东西对你来讲有没有价值？啊，这是完全不一样。这边是做完就算了。啊，我常常举这个例子，这是真实的故事。有一次，学期要开始了，开学第一周，啊，我就是请同学说，哎，明天要上课了，哈，你帮老师检查一下那个投影机，是不是可以 work？ 很好。第二天我去上课，哎，投影机不能 work， 哈，前一天我还问他，啊，晚上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检查？有啊。我说好，那第二天来上课，哎，为什么投影机不能用？啊，老师，我有检查，它坏了。我说叫你检查就是要看，如果坏了，你应该昨天跟老师讲，或是跟学校讲，然后今天我上课才可以用啊，你知道吗？这两个差别在哪里？一个就是把事情做完，啊，一个是什么？把事情做好。好，就是说你如果只是一个命令，一个动作，然后这样子的话是很难在现在创新经济时代把事情做好，哈，所以你不能坐在那边等着长官下命令，哈。那敏捷专案管理 agent 会那么流行，有很多的因素，当然其中一个因素是 PMI 它推动一个国际的证照，啊，因为 PMI 本身在专案管理界 PMP 本来就有65万个，所以很多的公司都是用 PMI 体系的管理方式，那更有名的呢，就是雅虎使用了敏捷之后，那就更多人看到敏捷的好处哈。那雅虎在不管雅虎了，像淘宝网，啊，以前要有客户如果提出一个需求，那你要做修改的话，往往都要很久，啊，现在都要一天就要做，一天就要改完，啊，我是一个礼拜已经很久了哈，所以呢，在雅虎他们面临到传统的软体开发方式，就是没有办法及时的做出来。在网络时代哈，谁能够在最快的速度做出客户要的软体的话，啊，客户要的这个需求的话，你就会赚钱。好，所以呢，在他们发现很多的软体，我们说哈，下个月要推出，结果下个月没有，再下个月又没有，啊，一直延一直延。那你如果要这样子的话，要怎么办呢？因此他们就开始改善瀑布模式。我做需求分析的时候做得更细更好，做系统设计的时候做得更好，但是这样子的话呢，还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况啊。一直到他尝试用 Scrum， 啊，才看到敏捷所带来的好处。所以现在全世界优秀的公司几乎全部都采用敏捷，啊，尤其是 Scrum。那我到美国去上课的时候，是 Adobe 公司高阶主管，啊，就是 Program Office 的主管，带着团队，带着一个开发团队一起来上课，啊，好，那除了这个软体的部分之外，其他的各行各业也都开始用敏捷，好，所以敏捷的概念它是一种心态上的改变。啊，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流程，当然讲到最后要落实的话还是会有流程啊，待会儿给大家看啊。那所以呢敏捷是不只是应用在软体开发 IT 产业，可以用在各行各业。好，敏捷带来的好处啊，这是根据统计哈，以前不尽完善的部分改进并不多，可是以前失败的部分呢啊，就是成功率高3倍，失败率少3倍啊，这是采用敏捷的好处。那么采用敏捷还有其他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快速的反映市场机会，这个就差很多了，啊，你先推出来跟晚推出来，那个客户就全部都被你拉走了，啊，好，那它可以比较短的决策的执行的时间，然后着重变更的管理，然后整合客户的声音，啊，然后最主要是自主管理的团队，啊，敏捷强调你自己管自己。团队自己要有一个生活公约，工作的公约，好，然后消除本位主义啊，要能够应急啊，等等。好，那这个是我们在一家公司里面，我们都会有公司成立的愿景、使命，还有我们每一年会做年度的策略目标，学校可能也是一样
啊，像我是金门酒厂的顾问，金门酒厂也是一样，每年会有定它的营业的目标，然后呢，所有的例行性的工作，你每天上班来啊，然后下班才离开，有时候还要加班，这些最主要就是例行性的工作跟一个一个的专案全部合起来，要能够达到这个年度的目标。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才有可能达到公司所要的这个营运的目标。好，那像这样子的话呢，敏捷的好处是什么？以前其实很多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不晓得公司的愿景目标是什么。好，那敏捷的手法一开始就让你知道整个专案的愿景是什么。好，所以做法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传统不用敏捷的方式的话，都比较一开始就着重在技术面，至于这个东西做好对于公司的帮助，对于整个团队的帮助，你并不知道啊。那目前哈，采用敏捷的趋势哈，从以前的59%成长到现在83%，啊，所以看这样就知道怎么样，你们不能不学敏捷了。你若敏捷没有听过，还或者是不懂，哈，你说你是资工毕业的，那就有点跟不上时代哈。好。那敏捷也应用在软体以外的产业，像美国的 FBI 啦，哈 ，FDA 啦，哈，还有 Primera， Primera 是一个，就是做专案管理专业的软体的一家公司，啊，还有美国国防部等等，啊，也可以用在大型产业。那敏捷也可以用在软体以外的产业，哈，就是敏捷团队强调什么？因为它是一个仆人式的领导。好，提供一个环境，然后让大家在上面可以发挥你的长才，好，所以呢，他就可以充分利用由下而上的智慧。你会可以发现，在一般的办公室，你每天这样子上班，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的很多潜能都没有被激发，也就是说，公司还可以怎么样？还可以让他们做出更多的事情，对公司有所贡献。好，那。有一些啊，敏捷把它用在那个高层管理对于策略的调整，啊，那敏捷创新创业的部分呢，就是跟同学们比较相关。如果你有一个技术，我觉得我这个技术还不错，啊，跟亲朋好友募集了50万，啊，然后呢想要把事情做完，那你就把这个技术呢开发，啊，钱通通花完了，然后东西做好了，然后拿出去卖。结果没有人要买，啊，然后客户说：“哎，这边要改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有兴趣买；如果那样子的话，我就有兴趣买。可是你钱已经烧完了，所以呢，不应该在还没有得到顾客的回馈之前，你就着手会去做那么细的开发啊。那这个是敏捷创新创业的模式，就是你一开始要有商业模式，然后呢再去做客户的开发，真正把跟客户面对面。”好，然后呢，到最后呢，我们用敏捷开发来辅助。所以呢，我待会儿先讲一下敏捷开发整个的过程，然后再很快的把敏捷创新创业模式给大家看一下。啊，希望对大家的未来写软体会有一些帮助。那敏捷不是万灵丹，啊，以前传统的方式适合用在哪里呢？就是我的需求很明确，我的技术也很明确，那你需不需要用敏捷？其实也不用，你就用传统的方式做就好。好，那敏捷适合用在哪里呢？就是需求有一定的范围，可是呢，很多的细节啊是不是那么清楚的。那么技术呢，大致上是 OK， 有少部分有挑战的。好，那这适合用敏捷来开发。好，那如果你的需求也搞不清楚，天马行空，那技术呢也搞不清楚，那个就是你用什么也没用，啊，所以不在我们探讨的范围，啊，那目前哈，就是我帮政府跟国防部啊，就是建议他们用一个所谓的混合式油电混合车，因为毕竟在很多的公家机构或是比较大的机构里面都是由上而下，那一下子要让他用仆人式领导哈，那个跟他们的企业文化有点违背。好，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就是油电混合车的方式，啊，就是我们在工业时代哈，啊，彼得·杜拉克是所谓的人性化的管理，啊，然后呢，泰勒的理论呢就是机械化的管理，啊，那在工业时代啊，泰勒理论非常的吃香，
所有的工厂自动化啦，什么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用泰勒理论下去。那么 PMI 会诊了这些成功的专案的经验，一些甘特图啦，一些 WBS 啦，一些对于专案怎么样如期如职如预算做好的，在1969年成立，然后后来就是发布了所谓的 PMBOK Guide 啊，怎么样把专案做好这样子的一个标准，就是传统的。那么彼得·杜拉克呢，人性化的管理到最后啊，就是有 Lean 有 Scrum， 到最后整合变成是敏捷 Agile 哈，然后呢就是推出来 PMI-ACP 啊。那在这边我们是认为就是在现阶段有一些比较大的机构如果要导入，那么用油电混合车是 OK 哈。那如果各位同学你们只是两三位同学啊，或者是十位以下的同学，我们自己组成一个团队要开发一个软体，那你就可以全部纯粹用敏捷会比较好。那什么是敏捷呢？敏捷的核心就是它的价值观。它的价值观是什么？有做正确事情的勇气。传统的方式是专案经理他把所有的规划好，我们要做这个专案，这是一年的专案，那么这一年的专案到最后完成什么样的部分呢？我们把它往下切，往下切割啊，这个团队做到哪些部分，那个团队做到哪些部分啊，然后呢专案经理去指派啊，这传统的方式。敏捷的方式是什么？团队成员自己认领你专长的工作啊，我们有这么多工作要做，你觉得这个我做得很好，我做得会比他好，我先这一部分我来做，是你自己去认领你的工作，然后把事情做好。所以呢你会竭尽所能的承诺啊，也就是说你一个礼拜你可以写三支程式把它写好，结果你不会只认领一支好，为什么？因为其他时间你就在那边闲晃啊，不会啊，那个就不叫敏捷团队了哈。能够对当前问题的关注，还有就是他就是人与人之间是信任跟坦诚啊，然后不是说你假设大家都是偷懒的，那这样的话就没办法变成敏捷团队了哈。好，对自己跟他人的尊重哈，那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呢，在我们就可以在一个优良的工作环境和里头呢有一些出色的成果啊，推展开来啊，采用敏捷的人哈，采用敏捷的团队，整个的环境大家工作会比以前还更愉快啊。那敏捷呢最主要一切的这些价值观啊心态全部都是从敏捷宣言来的。如果你用敏捷宣言到网络上面去搜寻的话，你会找到他们的官网上面呢有敏捷宣言，还有包括四个价值观跟12项原则啊。所以呢敏捷是一种心态啊，是一种心态啊。那这个心态呢就是你所做的事情要为你的客户创造最高的价值啊，它不是某一个特定的流程啊，某一种工具啦、啊、那当然现在你会发现，等一下我给大家看敏捷流程的时候，你会发现敏捷流程跟传统的流程不太一样啊。敏捷虽然是到最后你要落实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流程，但是呢这个不是核心啊，核心是你的观念，你的价值观有没有改。为什么？如果你的价值观是把客户为客户创造最高价值这样放在你的心中的话，很多的事情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啊。好，那我们看敏捷的价值观啊，一共有四个啊。那这边上面这一句呢就是说这17位软体的这些很伟大的这些发就是创立这个敏捷宣言的这些人啊，这些专家他们都是赚很多钱的，他们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他说我们毫不隐晦的，我们应用这样子的方式赚了很多钱，然后我们希望大家跟我们一样赚钱。所以呢经由这些努力呢，他们综合出四个价值观。其实早期在做这个的时候有点点针对 CMMI 啊，就是很多的东西，很多软体的开发你根本看不到软体，大概花了60-70%的时间在写文件啊。那事实上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很多公司呢可能着重流程跟工具，但是非常非常不人性化啊，很多东西都太流于流程工具，把人当作机器，
而事实上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哈。所以呢，个人跟互动比流程跟工具还重要。右边这些重不重要？很重要。要不要有？要有，但是不要超过。好，不要超过，也就是说可用的软体超越复杂的文件。如果这是一年的专案，你前两个月给我专案管理计划书是一些文件，再过来呢，再过两个月给我一叠的需求文件，再过两个月呢，你又给我一叠的啊，就是设计文件。你这样能够保证这个软体会一定会开发成功吗？不知道。可是你已经给厂商60%的钱了。好，到最后写程式测试的时候发现怎么样？不行，你只能扣尾款，前面该给的也都已经给了。所以你可能花了很多钱，结果到最后做出来不是你要的。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不好哈。那在敏捷里面讲可用的软体超越复杂的文件，什么意思？看到软体才给钱。好，看到文件的时候不给钱，说哇老师那还得了。好，我们做的方式不再像以前一样一个阶段全部把文件做完然后再开，所有的需求做完再去做设计，所有的设计做完才开始 coding， 所有的 coding 完再开始 testing， 不是啊，是一个我们把整个大的产品切割成几个小的产品，每一次交付啊，那真正做的时候就是从分析设计、需求分析、系统设计，然后测试全部都在一起做，啊，在一起做。所以敏捷团队他所需要的能力跟以前不一样，啊，传统的话可能每一个人工作分得很细，你是 SA 你就只做 SA 的事情，你 coding 你就专门做 coding，testing 就全部做 testing， 啊，现在不是，每一个人至少要有一项以上的专长，你随时要能够去 backup 别人，比如说我们打不管打篮球。或打就是橄榄球，啊，任何一个团队要一起能够去打赢的，一定怎么样？某一个人，例如说前锋，对吗？啊，我们有人就是被人家包夹了，啊，那中锋要怎么？就要赶快递补上去。那你如果递补上去，例如说我在写程式，哎，主要 coding 的人不是我，只是做 testing 的。但是万一 coding 的那个人这个案子很急， coding 的那个人家里临时有事情，最后怎么办？整个团队的人就等他一个人，没有。好，敏捷团队是另外一个人一定可以递补上来，但是呢他可能工作效率没有之前那个那么厉害，但是还是可以接得上。好，那跟客户的合作超越合约谈判，这里头哈，敏捷团队包含甲方的代表、客户代表。好，应改变超越遵循计划，这是最大最大的不同，也是他敏捷的精神所在。写程式写软体最怕到最后要已经快要验收了，有没有？他叫你改，要不要改？要不要改？你不改他不给你验收。好，那这个跟范畴的泛滥有没有关系？就是说他这边是说应改变超越遵循计划，不是代表说你做任何东西都不要钱，他没有说免费。有时候我们在接一个专案，写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再给你加20%的钱，好不好？麻烦你再给你多两个月。为什么？因为我们总经理换人了。好，如果按照原来那个系统来这样子做的话，我们总经理他不满意。好，我给你加钱再加两个月，可不可以麻烦你们把事情做好？是可以的哈。敏捷团队就你不能说，我们当初合约这样就这样子了，然后就不帮忙做了。好。”好，所以左边的项目比右边的项目更有价值。啊，敏捷，这个价值观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就讲说，哇，那怎么做呢？有那四个价值观，我们还是不晓得怎么做呢？啊，所以呢，这个团队呢又告诉大家一些原则，12项原则。符合，如果你开发软体符合这些原则，那都叫敏捷。好，我们第一优先的任务是透过尽早而且持续发布有价值的软体来满足客户。好，我们来看，先看给大家看这一纲。以前传统的方式是我一开始的时候啊，这是一年的专案，一年之后我要开发15个子系统，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出来。那么前面两个月我就怎么样写专案管理计划书，把所有的计划拟定得非常详细。之后呢，两个月写15个子系统的需求分析，
啊，去访谈，说每一个人办公室的通通被我访问了，啊，然后到最后交出什么需求文件，然后再做十五个子系统的设计，再做十五个子系统的写程式，啊，十五个子系统的测试，测试完了之后要交给客户的时候，只剩下两个月，这个时候客户的验收，这个意见，啊，每一个单位验收，就是要你改的东西合起来200页，你怎么改？来不及改，啊，改如果你来不及改的话，他就说你验收不通过，扣你的钱，啊，那这种状况非常的多，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让客户到最后的时候，你只剩下一两个月，你才跟我讲说这边不对那边不对，我们就要怎么样尽早把软体给他。所以我如果有十五个子系统，而这十五个子系统是可以切割的话，那么我们就怎么样？一开始的时候一样是要写专案管理计划书，可是呢，那是写的非常有弹性，非常 rough， 非常高阶的，不是很细到管制到每一项工作的啊。那么每两个月我就交三个子系统，那在这两个月里面呢，我要做这三个子系统的需求分析、设计、写程式、测试、交付。有没有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哈？这好像是在跑马拉松，对不对？好，我们跟所有的同学讲，一年之后大家要考试哦。你现在会不会看书？不会啊，哈。可是呢，哈，如果一年之后还要教软体，大家现在 coding 的速度就不会绷得那么紧了，对不对？现在是嘛，在大陆叫做小步快跑，哈。叫小步快跑，他们很厉害，会创造这种名词，啊，小步快跑，也就是说，我们尽快哈，尽快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软体真正的软体交给客户使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得到他的回馈。那过程当中哈，我们每两个月交三个子系统，每两个月交三个子系统。一开始的时候讲一二三做完做四五六，四五六做完做七八九，然后做十十一十二，可是你做到一二三的时候呢？他们公司总经理换人了，总经理说这个一点都不重要，你赶快十十一十二给我的话，我们挂到我们网络上，我公司就可以赚钱了，对不对？那你不要这些功能，对我目前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好，如果是传统的专案管理，你要改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专案管理计划书，其实它都写定了嘛，所以你就不能改。要改的话要经过很繁杂的程序，要不然审计单位还会来审计你，说你是有错的。为什么四五六没有做，为什么就给钱啊？因为他做了十十一十二，可是用传统的话就不行，敏捷的标案的话就可以啊。敏捷的标案要什么呀？产品负责人啊，就是客户，要根据客户他的商业价值，客户认为这样子这几个子系统先做对我来讲比较有商业价值，请你把它移到前面来，啊，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根据客户的商业价值来调整我们的代办的顺序，啊，这就是敏捷。那么我们敏捷强调什么？你看哦，我在做一二三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可以改？什么时候可以改？我一二三全部做完之后他才可以改，否则的话，我如果只做到一二三的需求分析、系统分析、系统设计，我正要开始写程式的时候，你跟他说啊，一二三不要做了，做四五六，那你是不是永远有可能永远都在做需求分析，结果就被换掉，而且又做到需求分析又被换掉，那就不对了啊，不是这样哦。所以如果要用敏捷的方式的话，甲方乙方都要上课，都要认证。那我有一个证照叫做 CSPO， 那就专门给甲方的，就是你怎么做好一个啊产品负责人，你怎么担任好客户这个角色，在整个敏捷团队里面，如果你是客户，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好，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好，第一条，我们第一优先的任务，透过尽早，我们在最早的时间啊，两个月我们就交三个子系统给客户，而且持续发布有价值的软体，它是很稳定的步调，每两个月三个子系统，每两个月三个子系统，啊，非常稳定的步调。好，第二个呢，即使在发展的最后，也竭诚欢迎需求改变，啊，所以呢，敏捷流程是掌控变更、维护客户的竞争优势。好，所以呢，你要记得哈，你心态上面的改变，不是说
我怎么样才能够就是省一点事啊，然后把事情做完就好了，不是？啊，你做的事情对客户啊有没有帮助？啊，如果是老师指派你的事情，啊，不是说哦我做完就好了，你要看，哎，老师指派给我这个是什么用意？那我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对他有没有价值？比如说检查投影机，我有检查，它坏了，那这个。对老师来讲，第二天要上课它坏了，这样子有帮助吗？没有帮助啊，除非你怎样，就是让老师知道它坏了，然后或者是找人来修理，然后让他明天要 work 的时候可以 work， 啊，好，再过来，经常发布可用的软体，频率可以从数周到数月，以较短时间间隔为佳。那目前我们的建议是不要超过一个月，就任何一个软体的开发哈。啊，你如果让老板或让你的客户啊，能够在一个月之内看到一些成果，啊，那就比较能振奋人心哈，啊。好，业务单位的人员跟开发者在专案进行当中必须每天在一起，这个跟以前就很大很大的不一样。这是甲方跟乙方要每天在一起，至少15分钟。等一下我们会讲在一起做什么，啊。好，专案靠积极的个人来完成。给他们很好的环境跟资源，相信他们可以完成工作。不是说啊，我就是用踢的用踹的，每一个人都要我管，我若不盯他们就没有进度啊，不是这样啊。就是你给他一个环境，拟定目标，然后相信他们可以把自己管自己，把它做好。你说哦，老师，哎，不可能啊，有没有可能？是有可能的哦。啊，那以前我到国管院当老师的时候啊，曾经有一届，就是上次我有提到过吧，啊，就是有些不管学长学弟都认为他们这一届很差，啊，那他们自己也觉得自己很差，都没有自信，哎，但是呢，后来我认为说啊，怎么可能年轻人那么年轻就放弃自己，怎么行？我就带了一个团队，啊，到最后呢，就是带领他们，然后得到全国的竞赛第一名。啊，从此之后，哇，他们对自己的肯定又不一样。过程当中当然很困难了，啊，哈。那这个是很精彩的故事，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细细的讲哈。但是呢，团队哈，这个团队是不是让每一个团队成员都把能力激发出来，然后可以自己管自己把事情做好？这个是身为现在的新一代的领导人所需要的这个能力，就是所谓的 leader 是 lead， 啊，你带领给大家看一个愿景，啊，有了这个愿景，然后大家可以往着这个方向前进哈，啊。好，在开发团队跟团队成员之间面对面的沟通是传递信息最有效率跟效能的方式。很多人他没有面对面。很多的事情啊，我 email 给你，你 email 给我，公文来公文去，两三个月事情解决不了，啊，你如果面对面啊谈一下，很快就解决了，啊，为什么？因为面对面的话，很多的讯息你会知道，啊，例如说，你若看到一个文字说你好漂亮，啊，跟他当面跟你讲，哇，你好漂亮，跟你很漂亮哦，好，啊，你好漂亮哦，都不一样。啊，意思都不一样哈，所以呢，在面对面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信息哈。再过来，可用的软体是进度的主要测量标准。好，你没有给软体，就表示你事情没有到这个进度哈。敏捷的流程提倡持续的开发啊，所以呢，赞助者、开发者都应该持续不断的维持稳定的步调。啊，不是乱拿顺，就是我们讲说，使用者可以调整它的顺序，啊，但是呢，不是乱调，它是有一定的 tempo， 啊，你就按照这样 tempo， 啊，那再过来呢，敏捷团队要持续专注于追求卓越，例如说我在专案管理这个领域，我就问全世界最高的证照是什么，然后 open three， 好，我去考，好，有吗？追求卓越，好。那如果你是 coding 的人，怎么样才能够让你的 coding 的技术哈，就是变得非常的厉害，好，那你就不断的追求，啊。然后精简，最大化不需要做的工作量，是精神。这个是所有敏捷还有 lean 的一个主要的精神。你说哦，老师，我们好忙哦，每天都忙了，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忙，已经没有办法再改进了。
问题是你忙那些是有必要的吗？很有可能是没有必要的哦。啊，针对这一点，我们来看这个。啊 ，Word 的这个软体，你常常用的可能只有7%，啊，到20%。其他的可能你公司花了80%的力量去开发出来的东西是客户不要。如果我是一家公司，我要生产一个遥控器，我用5倍的时间去开发了很多很多这些按钮，而事实上使用者常常用的就是这几个。如果这一支啊，公司花了5倍的钱、5倍的时间、5倍的人力去做，倒不如呢，你花1/5的时间去做出这样子产品，很快的就可以上市，很节省的成本，我们可以把东西做好，做出来的东西是100%是客户要的，这样的才能赚钱，啊，所以这是精简，啊，最大化不需要做的工作量，啊，然后再过来呢，就最佳的架构需求设计都来自能够自我治理的团队，自己管自己。如果这个团队需要人家在后面踢啦、踹啦、钉啊，才有办法把事情做好的话，那就不是敏捷团队了啊。好，敏捷团队还要怎么样？定期自省，怎么样才能够更有效率？啊，传统的专案管理是在结案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lessons learned meeting， 我们要把这一年所做的专案，看哪些事情做得好，哪些事情做不好，哪些事情以后应该怎么做，把它记录下来，给下一个团队其他的人可以做参考。好，敏捷团队说，为什么我要在一年以后才做这个事？其实我可以怎么样？每2个礼拜检讨一次啊，好，每一个月检讨一次啊。上个月我们每一个人都讲，我们定9:30开会，结果大家10点才来；我们定10点开会，结果大家10:30才来。好，那么我们就开会讲，啊，以后 meeting 的时候一定要准时，不准时的人就50块租那个要喂猪公。对不对？好，团队自己定，自己自律。上个月我们哪些事情做得好，要继续；做不好的地方要改进，怎么样改进都要能够适当的调整跟修订。这个是敏捷团队，好，它一个重要的仪式啊。这个就是4个重要价值观跟12项原则。好，那其中这个精简最大化不需要做的工作量，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哈，就是你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做人家不要的东西。如果你是研究生，啊，指导老师跟你讲说他做什么做什么，然后结果呢，你去做了一大堆跟我们这个研究一点都不相干的事情，啊，或者是做了一大堆人家不要的东西，那就是浪费时间，啊，好，传统的方式啊，是一开始的时候范畴固定。我如果要做规划，我一定要先把 WBS 切好。WBS 切好之后，你的成本、你的时间才可以出来。好，这是传统的方式。现在的方式呢是什么？成本、时间固定。我们公司这一年就只有100万，这100万呢，我的时间是固定的，是一年，100万是固定的。那我要开发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很多详细的细节是可以讨论的，这个叫做范畴的变动，啊，好，这个刚才有讲过了。我们来看敏捷团队，什么叫做敏捷团队 ？Agile team 哈，就是团队是由有令人激赏技能的少数人所组成，每一个人都要很厉害，啊，然后呢，他们互相信赖，承诺要达成一致的目的、效率、目标跟方法，啊，也就是说。老板只要给我们目标，然后呢，我们团队自己自律，然后共同来讨论出来，啊，规划出来一些啊进度啊，然后谁做什么事情呢？啊，有一件事情出来了，然后每一个人就他的专长，哎，这个我做比较快，那个我做比较快，啊，在敏捷团队，我把一个团队从传统的团队变成敏捷团队，过程是很辛苦，可是现在呢做得非常的棒。啊，一件什么事情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讲说，哎，这件事情我来做比较快，啊，我来做比较好，啊，的确都是。所以每一个人要有什么？每一个人至少要有一个令人激赏的技能，你是最团队里面最厉害的。但是呢，不能只会这个，你其他的也要会啊。好，敏捷团队是一个自主管理的团队，包括谁？包括客户哦，啊。
好，赞助者哈是给钱的，或叫你们做个专案的哈。然后呢，有一个团队促进者，就是敏捷教练，还有开发的团队，这些全部合起来叫做敏捷团队，啊。好，敏捷团队最强的能力哈，就他们被授权自主管理，啊。然后产品负责人，也就是客户决定啊，我们例如说下个月所要做的事情，哪些优先。先的优先顺序在前面的先做，这个优先顺序每一次的厘定，在每一个循环的厘定是由谁来做？谁决定要做的事情的先后顺序？专案经理吗？不是，是谁？客户，啊，客户来决定优先顺序啊。好，好，那敏捷呢？他强调仆人式的领导。所以如果一个单位要导入敏捷，或我们团队要导入敏捷的话，最难的就是那个专案经理的学习，啊，就是越高层越不容易，啊。那以前是由上而下的指派，现在呢就是下面，就是我们最高层的主管支援就是中阶主管，中阶主管支援专案经理，专案经理支援所有的团队，啊，用仆人式的领导来带领团队。那仆人式领导，你这个 leader 要做什么事情呢？要做下面这几个事，你要能够授权。授权表示什么？你们知道授权表示什么？我授权表示什么？我相信你，啊。哈，要不然，哎，我已经授权给你，结果你们哇做出来乱七八糟，然后，要不要经过我同意？我已经授权给你了，所以你有权决定。那既然这样的话，就是信任，哈。所以要讲，要看到充分授权是不容易的，哦。好，所以你在带领一个团队的时候，他们如果一开始还没有办法自我承诺的话，是还没有办法完全达到敏捷，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全部的充分授权哈。还要怎么样帮团队挡掉干扰啊？团队在做的时候啊，如果有什么样的困难，那么专案经理或者是我们的敏捷教练要去帮大家解决困难，移除障碍，还有呢啊沟通专业愿景。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做完了之后，对于我们单位有什么好处，对我们团队有什么样的愿景哈。好，我们来看，讲那些感觉都是啊，就是是价值观，是原则，然后只要符合这些原则都叫敏捷。说哇，老师这样还是很天马行空啊。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往下看，怎么样才能够落实呢？啊，所以呢，就有很多的敏捷的方法论常常出来了，有 Scrum、XP、Kanban、Lean、Crystal、FDD、DSDM。你们现在四年级了，这里头你学了几个？好，敏捷是一把大伞，啊，只要符合四个价值观、十二项原则，都叫做敏捷。那么啊，就是最常被使用的叫做 Scrum， 啊，那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实务啊。那我在这边，这是我要写的新书，这个还没有发布的，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书没有一本这样子把敏捷流程从头到尾要做什么事情，由谁来做，做了之后要有什么产出啊，没有写得这么清楚。好，那我花了一些时间我把它整理出来。好，就敏捷如果你现在要开发一个软体敏捷的专案，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做。一开始的时候，在做可行性分析的时候呢，就做产品核。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软体做出来到最后长什么样子，啊，你会有哪些特性？如果你这个产品核做好了，你软体还没有写，就有人哎看一看，看一看前面，看一看后面，看看哎产品的特性，哎这个我要买了，这表示怎么样？表示这件事情可以做，啊。我现在写一本敏捷的书，啊，如果说我现在正在写，我说我这个敏捷的书呢，就是按照这样子，然后把每一个部分讲得一清二楚，啊，我有这样子的书，那我像上面的特色，啊，特色呢就是这样，我这本书结合了现在PMI 的网站上面11本书的优点，啊，然后再整合啊，就是Scrum 它里头的最新的标准，然后把每一个流程要做的事情做好了，产出长什么样子，有哪些人来做，这些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把它讲得一清二楚，
好，让你可以应用在工作上，也可以去考国际证照，要不要买？有没有？我书还没有写，我就把封面、封底这些全部弄好。如果有人已经掏腰包了，我就开始写书，对不对？好，先啊，大家如果要的话，今天订书的话7折哦。马上掏腰包，哎，有人出钱，哎，我就发现这个是可以的。那对于我们整个专案来讲，如果你一开始要做这个专案的时候，把这个专案做完了，把这个软体做完了之后，它的特性写在这边，然后你的客户看啊，哦，这个好像不用，这个那你就不用写了，哈。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做出愿景，啊，产品盒，那么还要做什么？有一个营运企划案，也就是说这个产品如果做好的话，啊，那么可能会花公司，例如说100万，但是呢，以后每年帮公司，就是。有增加3000万的利润，啊，我以前曾经帮一个就是研究机构啊，30万的研究案，我做好的产品让他们每一年赚3000万，真的啊，然后十几年来都这样子，后来我发现我亏大了哈，当初应该要签说这个收入的话要分。啊，20%给我？好，那啊，专案起始的时候做什么呢？专案起始的时候呢，我们要把所有可能运用这个系统的角色辨识出来。例如说，我们如果要做校务资讯系统，那会用到这个系统有哪些典型的人物呢？会有老师，那你就要有一张卡，啊，写说他是老师，啊，然后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会用到这样的系统。啊，把它简单的用户故事把它写出来，这样子的话呢，就不会发生像我们户役证系统写好了之后呢，一个老伯伯他去用这个系统，发现呢他要的东西就没办法列印出来，因为你没有针对某一些特定的角色，啊，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会去用这个系统做一个详细的描述哈，啊，所以呢，在敏捷里面。我们专案起始的时候呢，有个章程，然后要做出角色，然后呢要把它怎么样使用这个系统简单的说明，好，然后排出来，好，等一下我在后面稍微详细写一点，然后之后呢就是嘛发布，一次一次一次的发布，就好像我们之前讲哈，第一次发布给他3个子系统，第二次发布给他另外3个子系统。啊，那么每一次发布里面呢，又可能包含好几个循环，每一个循环呢，我们都是要做什么？要排优先顺序，要把做的事情啊挑出来，挑出来之后呢，再把它细化，细化了之后呢，啊，然后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个循环的做，一个循环可能2个礼拜，啊，可能1个礼拜，你可以自己定。好，那在这1个礼拜要做什么呢？我们再把东西再把它细化。细化了之后，先写测试程式。啊，客户啊，客户代表，主要是要告诉大家什么叫做验收通过。啊，先把测试条件、测试的 data 准备好，然后再开始写程式。啊，所以呢，你就是在2个礼拜之内，把我们的需求分析到每一个人的工作，然后呢，先写测试程式，然后再写程式，然后再测试。然后呢，要每天有一个每天的战力会议15分钟，啊，整个敏捷团队有做事情的人通通来开会，啊，这十五分钟做什么呢？我们等一下讲。然后之后呢，会有一个回顾会议，啊，每一个循环都有一个回顾。我们这个循环这2个礼拜哪些事情做得好，哪些事情做不好，哪些事情要改进等等。好，啊，那经过这样子啊，就是。2个月交3个子系统，然后每2个月里面呢，我可能有4个循环，每一个循环里面呢，我要做这些事情，然后每天又有战略会议，这样子到最后，就是可专案就可以结案了啊。这是整个的敏捷流程的综合的叙述，啊，那这个图哈，啊，就是要等我出书之后。好，那我们看一个专案就是分为好几次的发布，每一个发布分为好几个循环。好，那敏捷我们再讲哈，就是最大化不需要做的工作量，意思是什么？敏捷
刚刚看啊，在每一次发布，然后在每一个循环，在每一天的工作，我们是往下慢慢切切切，所以在适当的时间做适度的精适确精度的规划，不像传统的，传统的是你需求分析全部完了之后，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很多的事情当到这么细喽，结果你做下去之后，发现两个月之后发现整个都不一样，好，敏捷强调。Time boxing， 时间是固定的，每天15分钟，站立会议就是15分钟，啊，这15分钟呢，啊，大家要讲，昨天到今天我完成什么？今天下班以前要做什么？要做的事情有没有困难？好，敏捷团队呢，持续发布有价值的成果来满足客户，所以呢，它每一个周期哈，期程发布的版本循环站立会议都在固定时间内完成。所以呢，我们常常都讲开会的时候，好，早上要开会了，15分钟闹钟就放着。现在 APP 上面有很多敏捷的工具，好，就说你要 daily stand up meeting， 然后那个时间你就开始按倒数计时，好，15分钟到，亮，好，散会了，很棒哦。要不然哈，传统的很多长官哈，早上 meeting 对不对？光是他致辞大概就20分钟了，啊，时间就是浪费掉了哈。好，一开始我们要做愿景，哈，这个是以前我们系主任叫做刘虎成，刘教授哈，他现在已经往生了。他之前有个愿景，他一辈子的努力就是设计一个中文程式语言，好，希望能够就是让更多的人学会写程式，好，可是这个东西还没有产品化的时候他就过世了，好，那现在呢？我希望今年啊，我们可以，因为现在全世界很风行，Hour of Code， 你们有没有听过 Hour of Code？ 奥巴马都在学写程式，有没有？现在很多很多很多的国家，美国、荷兰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国家都把写程式当作开始哈，是小学生就应该要学。好，那。今年我也会把这样的产品弄一个网站平台，然后在网站平台上面让小朋友可以上网去学中文程式语言，那如果不是资讯本科系的啊，也可以在上面学。学的话，一开始是学这个龙语，之后呢可以用这个语言来写网页程式，啊，然后以后写 APP 啊，那目前正在开发当中啊。好，那敏捷专案章程呢是。他的让整个团队目标一致，你知道你为何而战哈，为谁而战，你目标是很明确的哈，很漂亮哈，我女儿，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角色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系统使用者有一个叫做学生，那你就要把学生某一个特定的人，要学生那么多人，我找一个人来代表。啊，这个是大一、大二、大三、大四，或许这个系统在用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都要各找一个人。那你说全校的老师好多，我们有一个角色叫做教师，那有可能有非常非常特殊的教师，那个角色你也要把它纳进来，好，才可以。好，那在这边我们做一些叙述，好，那这个以这个角色来讲，什么东西对他来讲是有价值的，好。好，用户故事，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会来用这个系统？啊，用 3M 贴纸或卡片来把它描绘出来，啊，大方向的描绘出来。然后呢，有了这些角色，有了这些故事，我们在整个发布循环这个迭代之前，就用这个用户故事啊，整体说我第一次交出来的是这四个功能里头的某一些子系统，第二次交付的时候是另外一些子系统等等。好，这个是做整体的规划，一开始的时候，好，然后过程当中已经进入循环里面了。那我这个时候呢，我要拿这个已经做的用户故事卡跟我的客户再确认一次，好，就是你是会在这个情况之下来用这个系统，然后哪些到时候我们会展现什么东西啊，啊，给你看啊，好，那这个要怎么样？要交谈。所以呢，敏捷的这个用户故事呢，要经过3C。3C 是什么？是 card， 啊 ，conversation 跟 confirmation， 啊，我把这个卡片写好，谁来写？用户故事谁写？是客户自己写吗？不是哦，是开发团队写哦。
好，开发团队就是客户跟他讲，然后你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之后呢，再跟客户确认，客户确认说，对，我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这样子用，没有错。好，那你再开始，他确认了之后，你才开始写程式，啊。好，那每天战力会议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哈，就是昨天到今天我们做了哪些事，今天下班以前要完成什么事情，然后有没有困难，好，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每一个团队成员都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好，不是说我工作分配下去之后，我做我的，你做你的。我们一个团队如果在球场上，你要打赢球，你必须要知道每一个人目前的现况，好。然后要主动支援，好，循环的审查呢，就是我们哪些东西已经做完了，好，然后哪些东西做得好，哪些东西做不好，我们要回顾一下，啊，然后决定我们下一个循环哪些事情要改进。好，敏捷里头很强调 pair programming， 两个人一起写程式。我从以前到现在，所有的资讯系统开发，我都强调两个人一起写程式。任何一支程式不可以只有一个拥有者，这样的话会很惨，会非常非常的惨。好，所以两个人一起写程式更有效率。所以十年前，我在帮国语日报设计一个小朋友写程式的一个营队，啊，那这个营队呢，就是在五天之内教会小朋友写程式，啊，我就是用 pair programming， 非常的成功，啊。就是一开始有一个题目出来的时候，先写演算法，演算法写出来之后，就是我写几行，我 coding， 我在 coding 的时候你帮我看，啊，你在 coding 的时候我帮你看，你有没有发现 coding 跟 testing 同时在做了？啊，这个就是pair programming。好，还有 TDD， 就是先写测试程式，再写程式，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不是用敏捷的话，很多人可能。程式写好了，系统写好了，快要验收的时候才开始请客户去验收。这样子的话有什么缺点呢？因为你不晓得你的程式能不能被验收。那其实应该在你还没有开始写程式的时候，客户先要告诉你，如果是怎么样的情况的话才能够被验收。那这个时候你先把验收程式写好，我只要以后程式丢进来是通过的，那就是过了。好，所以测试的 data 验收的条件要在写程式之前，这叫做 TDD。 好，那 refactoring 是什么呢？就是我每两个月交三个子系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可能我后面写程式的时候发现其实有三个地方的程式应该合起来变成一个 service， 这样的话就是对于整个的呼叫我以后的 maintain 比较容易。好，但对客户来讲是没有影响的啊，所以呢，就是怎么样来重整你的原始码，让它比较有效率，但是呢，使用者不会有感觉，这叫做 refactoring。啊，那敏捷很重视资讯的发布，就是要尽可能的运用各种看板，让团队成员互相知道我们的进度在哪里，让我们的客户知道我们的就是进度在哪里。所以呢，有用户故事看板呐。啊，发布的版本的看板啦，臭虫墙啦，就是说，如果我这支程式有 bug， 啊，我这支程式哇，经过测试之后有十个 bug， 我就在墙上面用 3M 贴纸把这十个 bug 贴在墙上，就是待解决的 bug。啊，如果已经开始有人来 debug 了，哎，我就把它变成在进行中。啊，那如果这个 bug 已经被移除了，就把它放成贴到那个已经完成的地方。啊。好，那这个是用户故事看板。例如说，我有三个用户故事，好，那我在一个看板上面，好，贴出来。这个用户故事呢，就把它划分为更小的工作。这些工作是还没开始的，这些在处理当中，这些是已经做完的。好，随时团队任何一个人，这时候贴在看板上面，你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得到。好，那接下来刚才所讲的。是敏捷的原则，哈，敏捷的价值观，然后带入到敏捷的流程，跟以前的流程有什么不一样？它就是不断的循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先交一部分的系统给用户，以持续稳定，然后越早交付可用的软体给客户是最好的。然后呢，就是最大化不需要做的工作量，客户不要的功能你就不用开发了。
好，我们写程式的人有时候觉得，哇，这个我这个 coding 的技术多厉害啊！为了展现他的技术，然后做一个人家不要用的东西，那是没有用的哈。好，那么敏捷创新创业呢，就是现在有很多所谓的 startups 啊，就很多的新创的公司。那新创的公司，如果你还是用学校商学院所教的产销人发财来管理一个新创的公司，那其实是不对的。啊，因为新创的公司最主要是什么？你连客户在哪里都不知道，啊，所以呢，我就到纽约去学了哈。这个是 Steve Blank， 啊，就是他赚了很多钱，然后他希望能够就是帮很多年轻人啊，让他们更了解怎么样创业才能够成功，啊，这个网站你们可以抄一下。www.steveblank.com 上面有很多很多教材、录影带，然后所有的教案通通都在上面，你们可以去看，啊，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啊，然后哈佛商业评论把它评为创新大师，啊，然后呢，他就是认为哈，全美国所有的商学院没有一个学校教大家怎么创业。那我们在台湾所有的学校也都有创新创业学程，可是用的呢还是传统的商学院的课程跟教材。那 Steve Blank 认为说这样子的话不可能成功啊，所以呢，哎，在这边多媒体可以播放吗？我播放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最后再做个 ending。So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s we know it was first formed in 1602 with the government chartered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This is kind of the first modern corporation with shareholder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kind of, if you squinted, looked like something close to modern companies today. By the 1850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ailroads spanning the entire country, corporations needed more sophisticated organizations. 在网站上面有很多很多影片，这是其中的一个影片。By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educators started realizing that there was a need for an educated management class to administer and execute these corporations. Because at least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were going from local economies to regional economies to a national economy, yet we did not have a trained management class.And so, in a brilliant insight, Harvard set up the first Masters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urse called the MBA. 好，这边就讲哈，全世界1602年开始有公司，可是300年之后，哈佛大学才有一个 MBA 的课程来教大家怎么样管理一家企业。好。And the first graduating class in 1910 was the first of a cadr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ors that made the 20th century the modern corporate century. The MBA curriculum is designed to provide managers and administrators with the tools they needed to run existing and growing companies. Accounting, strategy, operations, leadership,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And this stack of tools was just incredibly important for the growth of large companies.But what's really interesting, what got missed, is that there were really no tools provided in these curriculums for starting new businesses. One of the things we did not understand for 100 years is that startups are not smaller versions of large companies. Let me say it again. Startups are not smaller versions of large companies. And...好，所以 Steve Blank 认为怎么样？就是如果你要新创一家公司，你用传统的产销人发财，产销人发财那些东西要用，但是是吧？等到你公司比较成长比较大的时候，如果你一开始初创的时候就用那一整套那么大的架构套在自己一个新创公司，那失败的几率是比较高的。What falls out of that is all the traditional tools taught and learned in an MBA curriculum are irrelevant in the first chaotic year or two of an early stage venture. Eventually, you need that tool set, but at first, it really gets in the way. 好，所以这边所讲的就是说，啊，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啊，即使在美国，商学院里头所教的东西没有办法让大家创业成功，啊，因此
他建议的是这样。好，就是以前我们是一个商业规划书，然后去找创投，然后怎么样来实现你这个计划书哈。那事实上你按照这样子去做，把钱通通烧完了之后拿给客户，就惨遭滑铁卢了。好，为什么？客户这个不买那个不买，所以你会发现，哎，我事情已经做完了，做好了，产品已经出来，可是没有人要。啊，那所以呢，他是说，在这100年来，没有任何工具教导大家怎么样去管理一个新创的事业。啊，那什么是一个新创的事业呢？就是它是一个，这个组织呢是不知道，有很多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不确定的，所以你必须要去摸索，你必须要去探索，然后你必须要去跟客户接受啊，去跟客户接洽。能够做什么呢？做一个，你要寻找出一个以后可以重复，而且可以扩大的一个商业模式，也就是你按照这样下去做就可以赚钱的，啊，所以呢，应该先就是比较花时间去 search， 而不是去execute， 好，所以你不可以用管理大公司的方式来管理新创公司，好，所以呢。Lean Launchpad 呢，它是希望能够结合这三个工具，一个是商业模式图，一个是客户发展，啊，一个是敏捷开发。所以你看哈，新创公司它也是用敏捷，敏捷的很多东西不只是用在软体开发，用在新创事业也很适合。啊，那什么叫商业模式图？这边哈，就是我如果要做一个产品，那么或是我要开发一个软体，我来看。我这样子的系统可以带给客户什么样的价值？也就是说，有这个价值，他才会掏腰包啊，对不对？啊，他会出钱呐，啊，所以呢，你要看你的目标客群在哪里，啊，是你说我是社会新鲜人啊，23岁到30岁之间的人，啊，那我们跟客户之间的通路是什么？他藉由什么样的管道，他会知道你这个产品？那他如果买了你的产品之后，你怎么样让他买第二个、第三个，或让他去介绍他的朋友来买你的产品？这是客户关系。所以有了价值主张、目标客群、通路跟客户关系，你可以算出你的营收有多少。那我要提供这样子的价值，我要有做哪些事情？要有投资，要有投入哪些人力、财力、物力？或许呢，有另外一家公司他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可以省掉半年的开发时间，那我把它纳进来，变成是关键的合作伙伴，这样我可以节省半年的时间。好，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知道我要花多少成本，所以你的营收减到成本啊，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自己能不能获利。这个是不是一做就好了？不是，是我们几个人想要创业的人，我们就用 3M 贴纸把这些贴这样子写，然后呢，我们假设我有五个人。我们就好，这个礼拜我去接触10个客户，你接触10个客户，我们把我们的想法去跟客户讲。所以第二步呢，就是做客户探索。好，去跟客户讲了之后呢，客户讲说，哎，这边不对，那边不对，那边要怎样？好，客户有些意见，然后呢，你再把意见收集回来，发现怎么样？当初这个不可行，所以呢，你要把很多东西啊，用 3M 贴纸贴来贴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四个礼拜，经过一而再、再而三跟客户验证之后。好，你就可以怎么样做出客户所需要的产品。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往下做。好，在过程当中，啊，在过程当中，我们都要用敏捷开发。敏捷开发在创新创业的过程当中，最强调的是什么？就是 MVP， 就是你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做出最精巧、最有价值。你不要花一大堆钱做了一大堆人家不见得要的产品。好，这是 MVP。啊，那要怎么样迈入敏捷呢？就是愿景要远大，要从小数着手。啊，你要一个小团队，啊，一个小的案子，我们开始做，动作要迅速，是吧？你要在一个月之内让老板有 feel。啊，一个月之内老板说，哎，这个好，这个好，你才会有办法继续做下去。啊，好，所以呢，循序渐进，最重要是什么？人员培训。啊，在这边哈，第二点。有人问我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好好，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好棒啊。可是我们老板哈，他好像不想做。”我说：“那你就不要做。”啊，领导者如果不参与、不推动，你就不要做。好，好，那人员培训是第一步，没有上课，
然后就直接导入的这种案例，我看绝大部分是失败的。啊，之前我有辅导另外一个团队，他们是已经导入敏捷一年了，成效不彰。为什么呢？所有人都没有上课哦，他们只是自己去买书，然后回来自己 study， 然后读书会，然后就做了。啊，应该还是要参加正式的培训会比较好。而这个培训在网络上面其实也有很多网络课程。啊，那我也希望我书写完之后可以录一些免费的课程，哎，就是把我书里面所有的东西，我用免费的课程公布在网络上面，你要学，你就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学，啊，都不用钱，啊，但是如果要认证的话，要有一张证书，那要付一点点工本费，这样子哈。好，那所以呢，人员培训是第一步，目的是什么？思想观念的改变。啊，不是说我们这个团队我怎么样才能够就是尽量减少做事情，然后让大家比较没事做，不是，而是要怎么样？你大家的努力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客户啊创造他的价值？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越来越成功啊。好，所以呢，第一步要 training 完了之后要有 coaching。啊，你说哎，上完课之后我们就很厉害了吗？没有。你说哇，老师，我看了教学录影带哈，我看人家打网球，对不对？看了教学录影带之后，我就变成网球高手了，黑板扣零呐，对不对？等下去挥拍的时候，教练要在旁边说哦，这样不对，那边你的手背不要用力啊，要用腰力啊，好。所以呢，第二步呢要有教练，再过来呢就是融入到你已经把敏捷整个融入到你的工作跟生活当中，那就已经内化了啊，那个时候呢就是非常非常稳固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脑袋，大家系统更新哈，到2015年版，啊，大家同学的脑袋啊，更新成2015年版，然后呢，让我们用现在国际趋势的这种敏捷专案管理的方式来开发我们的软体，好，那以后也可以用 OPM 学来做持续的改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尽快的上市。啊，然后可以让客户的满意度更高，然后改善一些成本，还有改善沟通。那采用敏捷的单位啊，我辅导过一些团队，就会发现他们比以前感情更好，啊，工作更愉快。好，那我今天的演讲到这边，谢谢大家。学姐还留了一点点时间啊，我们给各位同学有一些机会来跟学姐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不一定是跟这个敏捷开发有关系啊，包括专案管理，因为我刚刚在开课介绍的时候忘了提，秀颖学姐在去年其实在我们工学院的共同课里面开了一个专案管理的课程。那目的也是辅导同学们去考了一个 PMA 的那个证照啊。那也透过学姐的这个辅导，我们系上也成立了那个专案管理证照考试的考场。那学姐在去年的那个课程里面是大爆满啊，200多人修吧？没有，上修课上限175，但是来的人更多。大爆满，因为那个时候还上个《淡江时报》。说这个秀颖学姐的课程大爆满，所以包括专案管理。那另外就是刚刚学姐其实也提到了，她从个人的成长还有整个经历上，其实有非常多的故事，其实都非常感人，而且可以分享的。不过因为学姐的时间关系也很有限，比较没有机会太多时间，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分享的。那所以你们的问题可以其实是各个方面，不一定是 focus 今天的主题。好吧，来，我们开放同学发问。好，那我问，如果是对于金融体系，如果是切分出大量金融资料的 user story， 那金融体需要怎么去相信一个团队去包括每周不同的变化模式？因为它的资料可能是以兆几亿的方式，那他要怎么去相信这个 Agile 团队可以带给他所需要的？我不是很清楚地抓到你的问题哈，那但是就是在如果你在金融体系，然后很多东西原来就是可预期的，
如果很多东西它是固定的，那你不见得要用敏捷，啊，那就是这样子的专案不一定要用敏捷。但是呢，有很多即使是你在金融体系里头，有很多的需求，其实是啊，要到最后真正细问的时候，你才发现哦，跟以前原来其实不一样。啊，那所以呢，如果说你的需求是非常确认的，啊，我们之前就讲，你可以用传统的就好，啊，那如果是有一些变化的，那你可以用敏捷。那在刚刚提到金融体系哈，像我们国内所有的金融机构啊，如果你有中华专项管理学会 PMA、CPMS、CPPM 等证照，在内部升迁啊什么，或是用人的时候，都会有优先还有加分的这个机会。好，我有一个学生啊，他读研究所的时候，到国防大学管理学院读研究所，他报名考研究所的时候就来找我，他说老师我是看到老师在这边教学，所以我来这边考研究所，我请老师收我。我说哎，这个你考上再说。好，等他考上了，他考上放榜的第一天，他又跑来找我啊，老师，我已经考上了，请你收我当指导的学生。我说过完暑假再说。然后暑假过后，开学第一天，他又来找我，啊，我就想说好吧，就收他。结果这个学生哈，他原来在某某银行，啊，资讯中心的咔咔角，他是白天上班，晚上读研究所，两年半的时间，他连升四级。破了这家公司的所有的这个特例，啊，为什么呢？他一进来的时候就按部就班的考各级的证照，那因为他知道，就是说这些证照在他们体系里面是可以加分的。当然，证照不是唯一的，他这个人本来就很优秀、很积极，很少人会看说，因为他非常知道他想要学什么，所以他才去考这样的研究所。那他更厉害的是什么？我规定所有的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必须要发表嘛，大部分的研究生会挑一个最简单、最没有人、最没有挑战性的研讨会，他不是，他是去看哪一个研讨会是他们董事长会出席的，他就去参加那个研讨会，就在那个研讨会发表。发表的时候，他就是用国际专案管理的手法，用 PMBOK 来导入他们就是银行的作业风险，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所以呢，他在上面发表的时候，董事长坐在下面，哎，这个人是我们银行的，哎，这个人我怎么不知道？回去之后就嘣嘣嘣嘣嘣。那当然你自己要表现好，啊，你若自己表现不好，又在那种场合，那个董事长看这个人永不录用。对不对哈？所以很多的机会是要自己去创造，然后再加上很务实的去努力。所以呢，他现在已经在美国担任就分行的经理，哎，从一个资讯中心的一个小的资讯人员，到现在他在毕业的时候就派到英哥去当协理，哎，然后之后再到国外的经理，是非常非常优秀，啊。大概只能再给一个问题。好，第一个那个红衣服的学姐你好，就是因为我现在其实是一个社团的社长，所以有时间面临到就是专案管理，就是带一个社团的团队。然后就是上学期就是学姐说那个传统式的传统的对，就我就发现这样子下来我家每个女的领会很累，然后这学期就是不知道是刚好就是我导入的过程就有点像学姐说的敏捷开发，是就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我遇到几个很尴尬的。好，就是我们现在社团的干部就是人数比较少，所以说缺一都不可，然后有些是因为是朋友，然后或者义气，然后才继续留在这个社团，所以说我就是当一个就很糊人啊，就做太严厉。对，因为会连带的，就是带其他的。对。然后这是其中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是表达出你到底想问什么？对，我知道现在情况这样，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要怎么在对他们太严厉的
情况下又能激发出能力。OK， 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两问一个问题就好了，因为我没有。没关系，没关系，稍微讲完，你把它描述完，有时间我就回答。然后我们现在社团干部很尴尬，就是全都是大四，所以有些要考证照，有些要忙就业、升学。然后，我想要，就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就是大家忙碌的时期，然后又能创造这个社团的愿景 ？OK。好，我这边给你建议哈。第一个，你回去先看看哈，最大化不需要做的工作量，就说在我们社团里面，虽然以前有做这个作业，是不是有一些事情是让大家很忙，而不见得对于我们的团员有帮助的事情？啊，也就是让我们这么少数的社团的干部，他所花的时间、所做出来的东西或他的服务，是对我们的成员是真的有帮助的，对我们的会员是真的有帮助的。所以第一个是做最大化不需要做的工作量。那第二个呢，就是敏捷团队哈，你每一个人不是通才，但是呢，任何一个人必须要具备一项以上的技能。所以呢，给你的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说虽然某一个人他很厉害，但是呢另外一个人不能完全不无法支援。你必须要就是一个他做这件事情他的能量是十分，有没有啊？另外一个人来做他可能六分，但是还是可以做。万一没有的话，你必须要培养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可以能够互相支援。那当然在做的过程当中哈，不认识的领导，你会发现如果你放手给他们做，相信他们会做好，一开始往往是做不好的啦。好，因为一开始他们还不习惯哈，你从传统的 command control， 反正我就在这边啦，然后你社长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啦，好，他也不会去花脑袋。所以呢，勾勒愿景啊，勾勒愿景完了之后呢，你最主要是拟定目标，然后协助大家达成他的目标。哎，对，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像妈妈带小孩这样，你要逐步逐步，当你希望他能够走的时候，有没有他还跌跌撞撞的时候，你偶尔还是要扶一扶。哎，是要有点要有点耐心，但是要先有愿景之后，然后有步骤的去做。